还没30度。然后再预热再跑。把它录起来啊！算了，不要放在那上面，太为难他。这个硬的好大，对啊，马达在10度，挤出的那一个马达。这是硬是吧？夹子。好，塑胶夹。好炫。有多高？一根轴去旋转。对啊，就是靠那根轴在做抬高的动作。我练太久了，把它加快练音速度，加到300%。我家不缺晒衣夹，你可以印个奶嘴给我。